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有什么看法？你有外国朋友吗？对，网上做那些小视频是吧？啊，对对对对。不，不要啊！不要，不要。What up, Explorer? This is Pan Pan back again with another video. Today, I'll be asking Chinese what they think about foreigners living in China. And if you're new to this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on subscribe and that bell for future notification on my next video. This video took me about 3 days to make. I appreciate you drop me a like and comments below what you think I should do for my next video. Let's go.听他们讲话呀，或者是他们的思维啊、想法、逻辑什么都不一样，就很好玩。听到或者是看到就会觉得很好玩。我觉得说主要是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所以他们才会来中国。然后我也有很多来自外国的朋友现在在中国发展，然后也有很多还在就是说从小在外国生长的，比如说澳大利亚之类的，他们也有很有兴趣来中国。我觉得中国的美食对他们很有诱惑力。挺新奇的吧，然后我没其他看法，挺友好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外国人都比较算是对中国有比较热爱他中国的一个文化，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友好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比较喜欢中国嘛，看上了中国的文化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可能听说中国的妹子长得比较好看吧，就这样。就是觉得他来就是为了，为了，为了什么？吃喝玩乐啊。这个我有在一些贴吧有看到，他们说是在外国就是发展的不太好的才会来中国。我觉得来中国的一般，我所接触到外国人一般都是外教来中国教英语的，或者是留学生，他们就是来中国学习一些中国的文化，主要是这一些。我的外教老师他就是单纯的喜欢中国，那他就是之前就是我的外教老师他就是美国的两个老夫妻嘛，就是他们就是单纯喜欢中国，喜欢厦门，然后他们就留在了这边。中国的汉语言，因为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各地有特别多，所以大家可能觉得中国中文很深奥，想要来探索一下。中国确实也是比较好奇的，对外国人来说，我觉得就像我们也对外国很好奇一样。是很喜欢中国的，喜欢中国文化，然后也了解中国的。广州有在说那个黑人好像，就是他们表达都比较直接，不像中国人那么含蓄。有的时候可能会吓到我吧。怎么吓到你？就是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然后就有两个外国人想问路，然后我手上刚好抱了一本英语书，然后他们可能觉得我懂英语吧，然后就突然把我拦下来了，然后就可能当时把我吓到了，其他就没有了。他们很喜欢泡中国的妞，哎，真的，他们可能觉得泡中国的妞很容易，你知道吗？其实是容易吗？其实怎么讲呢？跟颜值有关吧。他泡的那种就是，可能是没什么头脑的那种，我觉得就是对外国人很崇洋媚外的那种。其实也不算崇洋媚外吧。其实你不反对你交外国男朋友，但你不能因为说他是外国人，所以我就想跟他交朋友，对吧？哦，有时候会有点粗鲁，有时候会比较不文明，其他都还好。啊，就是有的时候，虽然大家经常讲说，中国人比较没有就是素质，然后国外的素质比较高，其实也不是。你比如说像外国人，他们，比如说我们去香港，然后呢，经常会遇见在大街上冲你吹口哨的外国人，然后你可能会遇见一些在地铁上抽烟的，
外国人有这样的现象，我觉得不太好。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些在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对这些的话是觉得还比较不太好一些。对，可能因为一些语言上的冲突，还有就是中外文化的差异嘛，所以可能有一些习惯上面不一样，然后就可能会有一点言语冲突之类的交流。毕竟说很多有差异啊，还有一些文化确实是差异很多，平常时就像说经常说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时候我就感觉有一些东西是接受不了的。什么接受不了？就不说了。哎呦，我本身读大学就是英语的嘛，我有很多外国朋友，我之前的老板也是外国人，我之前的老板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他是英语专业，所以有很多外国朋友。对，一个有我的老师这样子的，不算特别多，但是会有比如说是美国的、澳大利亚的，还有那个比利时的。对，什么外国人都能接受，还是有什么不能接受？长得帅的，除了帅，除了帅。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黑人，我这是没有种族歧视方面。对，但是因为我中国人其实多数还喜欢白白嫩嫩的，对，所以我希望我以后小孩还是白一点比较好。没错，对，所以是我应该是不会交黑人男朋友，然后别的话就是白一点，然后高大一点就好了。印度呢？印度呢？印度人是不是黑？黑黑吧，有点黑了。印度人很聪明，羊肉串。没有哎。没有。我有一些外国的朋友，然后有一些是笔友，然后我自己是做跨境方面的工作，所以也会有一些外国的客人朋友之类的。有一些朋友是有认识的，但是说接触不多，就是只加了朋友之后比较偶尔会聊一下而已。Alright, Explorer,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my video until the end. I hope you enjoyed it. If you do, hit that like button. I really appreciate it. Comment and share as well. If you're new to this channel, be sure to subscribe as I have video updated weekly. Until next time, 再见.